厉害，拍成的。啊，你是人客，我现在要到啥岗？什么人客啦？啊，我来领导吃饭哦，家己动手嘛就出名啊。刚好您回来啊，我拢准备好啊，就在等你汤底啊。哦，我买的是凤梨苦瓜汤底啊，应该是就营养嘛，就甘甜的，试看卖。好，来。啊，领导的碗在哪里啊？我给你。哎，你们怎么？我无要紧啊。原来是太着礼盒啦。啊，是的啊，我拄仔准备物件，才放伫遐，想袂到影响着犯人。是啊，我无要紧啊。虽然有淡薄仔麻烦，啊，不过只要是厝内底所有放的物件位置，莫有白去叮当，就算是目睭看袂到的人，也当行动自如。嗯，那呢，这个啊应该放的就较好啊，放伫遐查清好啊。好。那我别了叠加，换人来去打掉，怎么好啊？小妹，坐哪？加班啊？哦，好。小妹，这凤梨火锅汤底哦，真正最好啉的，最香的呢。嗯。罗小姐，要不是跟我们心心肠，还够鱼饺。你不完全有对啦，还有高丽菜。这个汤哦，看起来最好啉的，我先替你卡住啊。你等下想要吃啥，再跟我讲。哇，子欣，我看见你照顾犯人照顾到足惯性嘞。家己男朋友当然爱家己照顾啊。阿姨两个人交往，也不是今日才知影呀。过去三年，子欣一直拢在照顾我，以后可能嘛爱麻烦伊去照顾我。确实有淡薄麻烦呐，啊，不过我心甘情愿啊，像讲那是男女朋友。其实我嘛唔惊甲你讲实话。是我先甲学长告白，是你主动。虽然学长总是认为目睭看无去耽误着别人，啊，不过我着一直留意，目睭看无又搁安怎？伊嘛是会当可以做足侪代志，啊，一般人无啥物差别，所以我着一直留，留到伊答应为止。真正是换来想想侪啊，目睭确实真重要。阿姆哥把手所看的一切，嘛不一定拢是真的啊。有的时阵哦，人的心会当看比把手搁较清楚，搁较清。所以把手看无，无代表整个世界拢是去公平啊。姐妹，这是一个鼓励我的意思。我答应你，以后若是话你失去方向的时阵，我嘛要做你的阳光。让你在后面路的时候有我把你牵条条，牵你一世人永远不放手。学长，土家前面的讲话你敢有听到？他土家说啥？他说你的心眼啊，真正很恐怖的呢。你的目睭哦，比一般人搁较亮。我伫你的面头前做啥物哦，都无法度忤逆你。有一届我想要挖耳屎，嘛互你发现。这是因为你天天甲你想要做的歹代志拢先讲出来，虽然我目睭看无，也毋过我耳仔就好。有一寡代志我无讲，你嘛是会发现啊。我会当搁举例哦。你搁想要甲你做的好笑的代志讲出来啊？啊，即马是伫吃饭的，我无想要大家笑到假着。你很烦呢。
吃红的，你要吃无？我替你拣。袂用的，我应该配合子欣。好啊，麻烦你。佳美，这蚵仔炖到真烂，最好食，再看卖。哦，好啊，多谢你。下面两是美林可乐，冰冰凉凉的，配火锅最赞喽，宝贝。好，那我接啊，我来用。哦，来，子欣，好嘞，多谢你。来，焕然，这杯好哩。就冰的哦，这里哦。多谢你。子凯，你想要啉无？恁啊？对啊，我知影你无爱甲伊啉冰的。嗯。啊，那个我替你烤汤啊，啉一寡汤，洗了哦，这足烧的。啊，甲伊放喺边啊，等者较凉的再啉。